参加就是学习摄影，还有那个访问技巧。那个是保安宫的金炉，那个拜拜完要烧金子。是想学习一些我不会的东西。我们住在乡下，所以我们不常触碰到摄影、空拍这一类的东西。是梁副主任叫来的，因为我们老师推荐我们说要不要一起训练耐心。西尾国小，然后旁边有稻田，旁边就是土地公庙。就是可以上电视，我是想要当明星。想要当什么？明星。如果有敌人来，他会叫，就是叫村民。这里是林太师庙，这是天桥。被空拍机，因为喜欢玩遥控的东西。我最喜欢飞空拍机，因为我觉得飞空拍机有一点刺激。在测指南针。我问他，他最喜欢吃台南的什么美食，他就说花卉。这个老伯伯回答的问题跟我们想的都不一样。有两个人在采访嘛，然后后面就一直出题目给他。我们要拍千菇还有晒鱼干，因为只有这个跟别人不一样。我们就像一个种子，把那个环保的概念扩散出去到所有地方。简单要介绍一下看工，然后再问他说现在到以前有什么差别，然后再就是有多长的历史，就这样一直延伸下去。打铁店的老板，然后在打出火花，很多火花的那个时候，是因为下沉那样才觉得好玩。经过这次的采访，就可以知道我不知道的历史，例如就是以前茂洛溪没有建堤防。有，我认识了，其实这里没有很多鹤，都是白鹭鸶。我最喜欢旁白吧，因为旁白很好玩，建雄老师很幽默，还有学校分镜，然后要怎么写中景、近景、远景。当空拍机的时候很好玩，跟随着别人的模式环拍定点飞行。现在我要介绍这一组，这一组是一只很悲伤，一只很悲伤，但是看表情完全不悲伤的这一组。没有，我们要改了。你们要改什么？我们要改开心的旅行。好，我以为你们要改成白沙国小。他们拍了很多他们那边的特色。那个香蕉饭，他们的空拍比我们好很多。超光的，从就是像山变成纸飞机。联合国的讲的也很深，有的我听不懂，对教授老师就好心。红湖有大海，我喜欢玩水，所以我才喜欢他们。如果有什么事情要请教沈明的话，可以请打P。
去，然后回家换衣服。就是让那个现场放松下来，用很平常的方式和他聊天，字句不要那么刁钻。下大雨过后都不知道有没有暴涨，就参加这一次的活动之后，去看了之后就会差别很大。团结合作，他以前会吵架，哎，现在不会了。搭挂山茶园，那时候飞没有很久，然后就有雾的感觉，其他影片也有，真的都会觉得它是就是后置上去的，才发现就是真的会有这种情况。原本不知道鱼要怎么晒，然后怎么煮，现在就是知道还那些鱼还要泡盐水，然后下去蒸过才可以下去晒。感谢他们愿意利用自己休假的时候来教导我们，他们就一直教我们，我们犯错他们也不会骂我们。凯文哥哥很有耐心，还有很温柔。乐福哥哥们，这几个月呢我都很开心，因为有你们的陪伴。谢谢小队服哥哥姐姐们利用假日的时间来教导我们。阿辉哥哥和俊贤哥哥，我真的很谢谢你们。郭郭姐姐、萌萌姐姐，谢谢你们。兔子姐姐跟玉莲姐姐，谢谢你们从七月一直到十一月都来帮我们。鱼姐姐，我喜欢你，谢谢。谢谢冰鱼姐姐，还有小花姐姐。谢谢紫菱姐姐，还有香菇姐姐，让我学会很多事情，然后变得更加活泼。红佑哥哥和维翔哥哥，最后想要和你们说，辛苦你们了。收音的，那记录的。有很大的差别，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。最近比较烦，最近情绪很down，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，但脏话没用，大家只会心凶。我改变自己，发现大有不同。新一代的朋友，我们好好地加油，大家一起大声地说。Yeah.